众所皆知，报纸是封印独爆三兄弟战力的道具，在报纸损坏后，独爆三兄弟会变得非常愤怒，移速、攻击、抗性也会大幅度增长。当以下四个组合前来挑战愤怒的独爆三兄弟，哪个组合能挑战成功呢？第一组胖墩组合，第二组巨人三兄弟组合，第三组魔法组合，第四组豌豆组合。第一局，独爆三兄弟 VS 胖墩组合。经过一番激战，就剩下军徒和拳击手了，谁能获胜呢？第一局胖墩组合获胜。第二局，巨人三兄弟 VS 独爆三兄弟，支持巨人三兄弟的扣一，支持独爆三兄弟扣二。最后独爆三兄弟险胜。第三局，魔法组合 VS 独爆三兄弟。获胜的是独爆三兄弟。最后一局，豌豆组合 VS 独爆三兄弟。恭喜第四组挑战成功，大家还想看什么组合对决呢？欢迎评论啊。